是森林，我们又再回到我们的模拟三娘啦。这次呢是这个恶作剧最终篇啦，哈哈哈！哎，海豚出来玩啦，嘿，今天呢要迎来最终了啦。我们的任务呢，恶作剧任务只剩下5个，我们直接玩玩吧，哈哈哈！星期六汽车电影院，我们了解到一群人正在汽车电影院享受快乐，去搞破坏吧，哈哈哈！没错，这次呢是邪恶的山羊先登场啊！哦，这看戏呢，哎呦，咩咩咩，咩咩咩咩咩，走吧，山羊去破坏吧！山羊其实是邪恶的山羊猪，外表是猪，可是内心却是一个鸡巴羊啊！我是说鸡巴羊，对。哇哈！鸡巴羊啊！哪里了？在哪里去了 ？Hello， 年轻人！哎，警察不要撞我！警察，警察！哎，有人撞我！年轻人，我也要看戏啦，看电影嘛，哦，一起看，一起看，看电影嘛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啦，我啦，我啦，西边，一号，西边，啊嘞，要怎么样让他们爆炸？哇，是在这里的吧？哦，哎呀，不能破坏呢，要怎么破坏啊？我来了，哇，不行啊！啊哈！有，飞掉！哎，啊？啊？哎，怎么有车从天而降？我 ，what the hell？ 我刚刚发生什么事？等，耶耶，走开啦！耶，阿忠你成功！耶，就这样啦！爆炸，快爆炸！哇！没炸！哇耶！来，没炸！好帅！大家好帅！警察打人了！哎呀，不要揍我啦！我是一只猪呢！哎呦，妈妈有猪揍我啦！放开，还我罪恶！你要带我去哪里的？嗨！真搞笑！哈哈哈哈哈！真不愧是善良，真搞笑啊！好吧，不要管善良了，他被捉了，哈哈，之后再去救他啦。下一个恶作剧掩埋游戏，我们了解到 Coffee Stand 正在秘密开发三号证所，但失败了。我们找到游戏剩下部分，将它上传至互联网库。哦，这就是我们之前找到那个金库的地方啦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来，应该可以的吧？可以交给你吧，做轮椅的啊！你现在不是什么包裹了，你就是一个猫头鹰，对，你是猫头鹰。来，可以的，相信自己，可以了，用轮椅来控制脚车。哎呦！你不厉害，轮椅就有轮子了啦，在意什么？扒你一巴掌的，我扒你，下去啊！嗨 ，Hello everybody 啊！哎呀 ，OK， 可以的吧？耶、yeah! ！警员正在登出，所以警察变少了吧？这样，哦、你怎么在做人呢、啊？警察，我看到警察还随便做人的呢。哎，他根本没有罪，有罪的是我。哦，喂，怎么骑车的、啊？哈，忍术。走在墙壁的轮椅之术，哇塞，轮椅这么强的，等下，轮椅这么强的，轮椅可以穿直接穿过地形的，你看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它可以，它这么强的，哇，夜色当小偷呢，正常轮椅就这样的，可是它可以直接，哇，好酷啊、哦，强盾，走在墙壁之术，小心。OK， 开了，走吧，下去吧。啦！哎，直接走下去，你在干嘛？哒哒，上传到网络图书馆，怎么上传啊？我怎么上传？拿到一个，要怎么上传啊？去哪里上传？不管了，应该是可以直接上传的吧？走，我们去吧。哇，可以直接走屋顶哎！等下，可以走屋顶。OK， 来，带上来了，耶、yeah! ！找到光碟了，要拿去哪里上传啊？哎，拿去哪里上传？我带上来了，免费巴掌10块钱，好，没问题，免费巴掌嘞，还想要打我你啊？还想打我？给你钱来。哦，给他钱，他手怎么？哎，完了，对，是我给你钱来，给你钱。哎，没有巴掌哎，
是霸掌锤射影嘛，还打不到人，烂东西，我都没有找到网络哎，哪里有网络？谁家有？走走走，海盗船，你船上有网络吗？你是海盗吧？你应该要有的吧？等下等下，不要掉戏，不要掉戏 ，OK OK， 你这边有，我看到，我好像看到机房了呢，机房是这里吗？哇，上船，哦、上船上船，向上向上离开哈，要上向上离开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哇哦！哇哦！我爬上来了，可是哇哇！嘿，说好了 ，Let's go！ 走吧，朝着伟大航路出发啦！冲吧，冲吧，冲冲！你要去哪里？哎！到底还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在震动？为什么在震动？哇！这是个陷阱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哇！来月球了！我的天！如果骆驼在这边飞起来的话，应该会很严重的吧？他的事情起飞啦！哇！为什么会来月球的？海盗船你在哪里？我怎么回去？有人飞上来，飞上来，看到整个月球了！嘿嘿，我怎么回去？我怎么回去？他回去了吗？他回去了吗？他变成羊了！啊？我怎样？卡 bug 了！卡 bug 了！我出 bug 了 ！Yes！What the hell？ 为什么你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你变成这个第一代的羊了？为什么？那现在玩具 bug 了，我们骆驼变成这样了，那我们怎么回去啊？要怎么回去？我看到有一个大炮在这边了，不能用，不能用！朝着地球慢慢前进吧，怎么有种最终章的感觉啊？不是，还没到最终章啊！给我快点回去！就这样，这些犯罪被困在月球回不去了。哎呀呀，还有一个人变成羊了啊！我们的犯罪好啊，就这样掉入虚空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然后我们的罪魁祸首，再继续吐口水啊！然后我们的那个骆驼，这是我们的骆驼 ，Angela Go 啊，天使之牙哦 ，What the hell？ 你为什么变天使的？你到底是为什么的？我们的犯罪集团就这样飞到月球去了，不，地球不能统治地球了，地球只能由超级英雄来统治了。哇，你失败了，重生！哇，完了，我们被困在这里了，完了，重生也只能重生在这里。要怎么回去？要怎么回去的？我们的犯罪集团呢，就这样在月球成仙了。你看，连天使光环都出现了，你们是天使，虽然你们犯罪了，但是你们是天使啊，大肚子。啊好的，换回来我们的地球世家，这个是我们的是之前的英雄之羊，哒哒哒，拯救世界英雄之羊啊！那些犯罪者已经被抛去月球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继续过我们的拯救世界任务吧。下一个是越狱者开发者哦，用钻地直升机将监狱中的开发者空运出来啊，送至赌场。哎呀，原来我们开发者被关去监狱了，这不行啊，必须拯救出来。将开发者带到赌场去啊！哦，这边有一个砖头，是什么砖头呢？交给你了，我们要同心协力啊，知道吗？来，由我们的英雄老大再次来拿这个直升机啊！直升机安装成功，然后起飞吧。那、啊、怎么起飞啊？跑向 NPC 拔门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撞一个人就可以把他带来飞了吗？起飞哦！哇，原来是这样，警察！ Contact！ 哇！哒哒。人体直升机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好强啊！监狱大佬你在哪里？监狱大佬，直升机来了，你在哪里啊？好快，这直升机好强啊！好想要一个，不小心放开了，哎呀，猫咪，可以呢。啊，猫咪太小了，飞不起来了，哦嗨，你到来这边，你很好呢，警察，你很好呢，警察，谢谢，你带我来了，我想要来的地方啊。
来，我要救你了，我要救你了，是你吧？走，带回你的朋友那里来。他朋友在哪里？朋友在 ，OK， 这间酒店里面是吧？哦，赌场。哇，感谢你们，耶、yeah, ！走吧，走吧。等一下，等，对，是啊。起飞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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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走吧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来来来，到，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，来，这是你们的朋友吗？这是开发者吗？来。你的朋友啊，耶、yeah, ！给我钱，给我钱，耶、yeah! ！幸福的开发者，幸福吧，幸福吧，你看，多么幸福啊！都来赌场了，不赌一下吗？赌一场，赌一场嘛，给我赌嘛！哇，你们好会转哦，我也会，你看，你看。好吧，他们不理我呢，我要出去了。哼，我回去找我的兄弟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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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兄弟们，很好玩啊！兄弟，直升机，人体直升机啊！史上最强直升机诞生啦！砖头就可以召唤出直升机了。不知道有没有 YouTuber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实验啊？到底是能还是不行的？我们就不要用人体来，用砖头就好。砖头配上一些东西，看能不能飞起来啊！宇宙小奶牛啊，将小奶牛送到宇宙。我才刚从宇宙回来呢。什么？奶牛你在哪里？奶牛，这台车也太帅了吧！这台车，哇哦，是不是可以飞起来的？不怎么？要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要要要！等下我要去哪里啊？等下，奶牛，奶牛，奶牛在这里。哦，这边有电影哎，在那边，在那边啊！红喝酒给你了，奶牛你在哪里？奶牛，我还拯救你了。哪里有奶牛啊？哪里啊？没有啊，我们家附近好像也有奶牛吧？走开！哎咻，哎咻，检查一下，等下我去检查，不要吵。啊哈，奶牛，那个直升机，燃烧的直升机来了，来，跟我走吧，奶牛，走一个就好，来走。哇，奶牛直升机，只要把你带去那边就可以了吗？哒哒，有什么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哎 ，UFO，UFO， UFO， 哎哎 ，What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等下等下等下，就我一个人，走，不能哦，是 UFO 哎，他去哪里啊？哇哦，不会再到月球吧？我们身为超级英雄之羊，成功把奶牛送到月球去了，就送到宇宙去了，拯救世界的物种。避免牛被别人给消灭掉啊！避免物种灭绝。哇，飞起来了！耶、yeah! ！不见了，消失了，没有把我带去月球，好吧？那么即将结束了，我们的最后一个拯救世界的计划——酵母。这些聪明的朋友们以为他们会让酵母大吃苦头，你必须为家庭尽责尽忠。让酵母逃出去，没错，解救酵母啊！哎呦，这是酵母还是教父啊？在赌场呢！哎呦，真是可恶啊！复仇者集合！复仇者来啦！忘记自己是几号了，但是不要管他，复仇者自扬来喽！哎呀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噔噔噔，复仇者驾到、欸、！OK， 复仇者海豚也驾到，耶、yeah, 耶、yeah, ，被辛苦的送来啦！复仇者红鹤拖着尸体来啦，是还没死的。OK， 红鹤驾到，他吧。外表是骆驼，内心是山羊的复仇者驾到。OK， 我们现在目标呢非常非常简单、啊，各位听我说、啊，我们要进去拯救我们的酵母出来。OK，OK，、OK? OK, 我一个人进去就好，你们在旁边看、啊。OK， 咩，酵母。酵母在上面是吧？酵母，把酵母给解放出来。酵母，喂，哎呦，酵母 ！Oh my god， 有三层激光哎！硬闯 ，Oh my god！ 啊！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大扫除啊！啊啊！哇哦！哪个是酵母啊？你这样弄，我怎么知道哪个是酵母啊？这边保险箱，这边保险箱，啊哈，保险箱，保险，哎，我背上有电钻啦！
我看不到东西了，走开走开走开啦，你们这些骑行走，没有电钻啦，停了停了，陷阱停了，卡住了卡住了，啊啊啊啊，老板我来了，老板你的电钻到了，但是这个好可怕，这个好可怕、哦、OK 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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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自己来了自己来，感谢你呀、啊！啊，开了！哎，初代山羊，初代山羊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你是教母？我救了 Brigham， 他是初代山羊。Oh my god！ 你可是我怎么变成他了？教母成功解除出来吗？你就是教母吗？护送教母！妹，教母来了！教母找找找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啊！要把教母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。我知道有一个安全地方。你们要跟着我走吧，我之前有启动过了，你们先到海盗船去集合好不好，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走吧。各位队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吧，这艘船呢可以带我们离开这个地球啊，没错，这地球的事情呢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。对，我之前研究到了这边后面有电脑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光点给输进去，就可以飞到月球去了。没错，那个犯罪组织呢他们也在那边，我们要过去那边把他们打败啊，对吧，各位知道吗？没错，下面把他们打败，然后呢再回来地球，可以吗？教母，你可以跟着我们吗？可以吧？你在那边比较安全啊，不然你会被抓起来、被囚禁啊，像之前一样啊，在赌场里面被关起来啊。吼，所以你要跟着我们啊，知道吗？走，我们出发前往月球吧 ，Go Go Go！ 向上，向上，离开！一切良好，没有暴风雨，天气晴朗，适合出发的日子呢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各位准备捉紧啊，我们屁股扭一扭，把船给压去啊，方位在那里，月球在那里啊， OK， 准备好了，捉紧了，开始起飞了，耶、yeah! 两年后沙漠女神打剑起飞，哦哦，等一下，可乐准备中啊， OK， 哇，就这样呢，我们的山羊一伙人飞到月球去啊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！但是故事并还未完结，下一次《山羊大电影之太空篇》即将来临。